耐心，亲爱的。亚索挺老的，四百场。滴滴致命，一人一气。我也钻到你的肌肤之下吗？细节走位，不要背对着我。这是主播的经验之老道，对线之细腻，简直就是一场视觉上的盛宴，太他妈的细了。刀刃更加锋利。过了，看着我的眼睛。佳佳肠胃不好，医生说要吃碗猪脚饭，不要走，医生所爱918，等我打完这把给你发个私信，给你发红包。猪脚饭我们还是要吃的啊，大鱼大肉我请不起，你要吃猪脚饭随时请你吃，好吧。打完就给你转，等我啊。别的我请不起，猪脚饭一定请得起。我得去照料一下。打完给你发私信。狗子应该是被关起来了，关在那儿，它就在那狗叫。如果你不摆布他人，就得任人摆布。哇！嚯！好，这把对我逆风很大，激发起了我要 C 你们的一个决心。这把你们躺好，谢谢 AN 的十个血瓶，谢谢谢谢，打完加上去了十个人头。有种你别走。
有在倾向权力时，财富才是有价值的。每脊梁骨，不对，灵力柔韧，非常对。权力需要精。好，我想他是需要的。那我现在对位，我跟你讲，对位 MVP 还是那个牙锁，我是帮他的，还是牙锁，不然这哥们玩不了了，已经。对位 MVP 还是牙锁。好一切的，我自己这个主动来跟三杠零的打。谢剑下不斩无名的开通的超粉，谢谢。应该能换，要的。你他妈再跟我老板互动，你信不信我削你啊！打的零杠四，还甩锅给打野。还是我直播间的开守护的老板，怎么能容忍让你这样子羞辱他、侮辱他呢？我第一个不答应，再敢互动试试，我看我削不削你。我老板好说话，但是我没那么好说话。毒蛇，注意脚下。好，来，还是一次单杀吧。对，一次。剑坤呢？剑坤不出来了，不出来算了。神韵打什么英雄？打你觉得没有压力的英雄你就带点了，你就要追求一个线杀。会离开。
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这波就血亏了呀！差一点点，这波血亏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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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杀不了我。暴力什么的太糟糕了。这老板开个守护来带我上分是真可以。想想我能提供的东西吧。莫雷奥来了，没事，我看到了。肯定要跳舞。耐心，亲爱的。要么在这，要么在那。把线不要让线进来。OK， 没有给他机会啊，他只能在远距离放了。真贱呐！这他妈还绕回来了，我操！真他妈贱呐！我想他在这里放了就走了，你知道吧？操的！哎呦，我以为他走了，我是没给他机会呀、啊。结果鬼知道这屌毛搞这么一出啊！我喜欢留下一个长久的印象。啊、哦，西吧。每个问题都是一次良机。如果你不摆布他人，就得怨人。相信你所看。没事，我来单杀剑坤一波。只有在通向权力时，财富才是有价值。还是一次单杀。
爽，这爽。小龙不用我去了，我拆上他。我操！八百块。哎呦，这样搞这剑姬养了个巨无霸出来呀！我带我单带他这个发育，我都不一定搞得定他了。我也不敢念叨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，得去照料一下别的地方。我说明明是青钢影送的，好吧？怎么我送的呀？我去跟他对线的时候，他就是3-0还是4-0啊？这怎么好好端端的我好心人怎么还成我送的呀，过分了吧，你也不能这样欺负老实人啊兄弟，老实人就要背锅是吧。妈的把你杀了，老子真的事不为人。水友好猛啊，你好猛啊，末日这波有大，要小心，他这波有大的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现在可以打。他开大跑路了吗？他开大跑路，那这要大龙稳有了。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总感觉他像个假的，因为他看的好呆，但他又是个真的。摸了没大。耐心，亲爱的。我马上就回来。想。我得去守一下剑坤了。MVP 不保啊，这一把。MVP 不保，我得守剑姬。优雅的去死吧。刀刃更加锋利。不能让他带啊，他这个破剑者一下就拆完了。
他敢来，大花莫乐有可能也来了。老师大招落下来就赢了，不能给他单带的。一定得先处理啊！一定要处理这种单带的爹，你不要让他无压力的去带带带，那你真的压正面压力会很大。你又很着急的去开，那你着急就会犯失误。我只能说队友这波自己冲动了，越塔了。四个人杀了两个不拆塔，妈的越塔去追。你不能越塔呀哥们，不能越塔呀。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甩锅给我呀？不是你们四个人妈杀了两个越个塔不 A 塔吗？冲到人家这里去追人吗？我操，老子不守他妈早被人家拆完了，我干、啊、真的是服了，这你妈也要甩个锅、啊、真的是妈抽象，你们就不能妈拆塔吗？中推，上单不去守，上单 TP 都没有，他怎么守？他一v一也打不过呀。还有个大梦说上单不去守，要你去，你奶奶的，真他妈绷不住了都。上单不能守。操，好不好？